种牙的费用涉及到几方面的，医生的技术的人力成本，另外一个就是材料的成本，还有一些附带的一些流通环节的成本，所以种植牙的费用是在市场上可能会差异挺大，一般从几千块钱都是都都。都甚至上万、上几万的都有，是有些不同的医生会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选择的品牌，还有一些经营的成本在里面，所以一般种植牙齿都不会太便宜，但是也不至于漫天开价，通常在几千块钱都到1万、2万。3万之间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，通常是主要是一个根据不同的品牌，成本差异比较大。我们常用的都是一些合资的品牌或者是进口的品牌，目前国产的也有一些品牌逐渐上市了，但目前上市场上还是主流以一些进口的品牌为主，韩国的啊，比如。德国的呀，瑞士的啊，瑞典的啊，美国的这些都有挺多种植的品牌。